啊，现在对你们进行法律告知啊，公民反映诉求应当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进行，好吧、啊？你们现在在这里聚集，已经违反了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你们有诉求，我们前面警方已经向三林镇的相关领导已经反馈了你们的诉求，让他们尽快的要解决你们的诉求。那你们在这里聚集，而且有部分人在里面敲盆喊楼，已经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法相关规定，所以请你们配合居委，配合警方的工作，立即返回自各自的家中。居委前面已经明确了，刚刚那个卡车上的货物今天晚上会分拣好以后由志愿者送到每位居民的家中，你们后续有其他的相关的诉求，居委也会收集完毕以后及时向这里面反映，尽快的解决大家的那个合理的那个诉求，所以请大家立即离开这里，不要在这里聚集了，好吧？再对大家讲一遍，你们在这里聚集已经违反了上海市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我是谁？前面我已经讲过了，我是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民警，好吧，跟你讲过了，好吧。是吗？有啊，进去有饭吃了呀，进去发饭。